好天时，好灯好月，挺值钱。小姐，小姐万福。李姐姐，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我来看灯的。大街上人多混杂，戴姐陪着你们走。相伴也好，不知打从哪条街走。老姐姐好比引路师，来呀，随我来。清寂，碧海青天，何日人间？看此人讲话，叽叽咕咕的，好像是泉州人。不理他。小姐，这又是什么故事啊？是相如故情。是相如故情啊？你的耳朵聋了吗？相如是人名。你猜到哪儿去了？喊司马相如，不但能亲，且善作赋，是一位才子。昔日相如，言上故情，昨闻君在平后窃听，只因惜才，夜奔相如，终因白头偕老。这个人真多嘴，自言自语自得意，别理他，我们到别处去。这位小娘子精通典故，想必是广度诗书的才女，真是难得呀。我拾到一把扇子。你怎么随便拾别人东西？不管你的事。小姐，这把扇子好吗？是金钱扇。是金钱扇？小姐，这真是好东西啊。上面换题作诗。小姐快念呐。
海天脉脉水运痕，斗酒偏是万里情，尘世纷争命于利，祸如仗剑客中行。温林陈林薄清啼，温陵是何处？就是泉州。请问呐、啊，请问，你要问什么呀？实才小生再次刊登，失落一把扇儿，那位大姐可曾看见？你失落什么扇子？小姐，我们可没看见啊。啊，李姐，扇子是人家的，还人家。待等回去，我拿一把与你。这可是你要给他的，回去之后可得挑把最好的给我啊。我问你，你扇上有诗还是没字？有字还是没诗？扇上题有诗句，还写着我陈伯清的名字。你可是泉州人士？真是，我是为了送哥嫂到广南上任，路过潮州，时逢元宵佳节，特来上灯。不用多说了，要不是皇家五娘子来说情啊，由你去找到天明。拿去。是是，正是小生的扇儿，多谢呀，多谢。这非二位小娘子与我侍寝。我们走吧。这位皇家五娘子真是令人可爱呀。小娘子，他们是谁呀？这位是后交黄九郎的千金五娘子，是潮州第一美人，那位是他的丫头一春。林姐姐快走啊。哎呀哎呀，果然名不虚传，传不虚名，但不知如何下手啊。哎，叫他达哥有针就好引线呢、啊、妙计啊，李妈妈快来，我要要那二位小娘子大哥呀。有大哥呀？啊，我问过小姐，小姐，林大爷要邀我们大哥呢。他是什么人呢？要邀我们大哥？林大爷世代为官，是本城有名的富豪，前年还中了武举，真是潮州上等的人物。看此人是花花公子，举止粗俗，打的什么过？小姐不搭也罢，但风俗如此啊，让老姐姐跟一春去与他搭吧。既然如此，一春，你去与他搭上几句。林大爷，大哥来喽。
来喽来喽，元宵赏灯，大哥呀要从灯字起，没灯字就算输。好，我答应。慢着，还要与你约定要划线为界，谁要是过界也算谁输。好好，我也答应。李妈妈你们先起。林太爷您先起。哎，你们先起。你先。我们就先起喽。好，李妈妈你们听了。听得就当金钗刀，难耐的花永不问道，在此只有大林队的青呀跳得流干呀苦啊草顶灯的下绣花中绣的门的浪花红忙绣的呀白花红绣林看你留四朵看你红红留啊龙脸龙脸留脸脸留脸龙来脸花林间绣花林间绣金囊啊六啊龙脸。你跨过界了。哦，忘记了，莫怪。李妈妈你们听了。兵的救兵囊兵宝，救的能囊何问讨，你呀个多我呀个十八个军囊兵个将对人更有德，你对你对都一样他们本来平地中就难挂自多你挂本扎一扎扎一扎不挂。一春，这不像大哥，我们回去。啊，李妈妈，这位五娘子可曾许配人家？林姐姐，闲话少说，我们快走。啊，林兄，此等美人儿，你可中意？中意是中意，但无有妙计呀。这李妈妈做媒为生，十分的爱才，这妙计呀，就在她的身上。真是妙计呀，正合我意，走到我家去饮酒。
一世俨然为书包，花灯映里与人行。小姐因此事，小妃似曾听见过。你胡说，作笑我也不沉眠，挑灯吟唱这事你从哪里听过？小姐不信啊，待小妃念来。海天默默水云横，斗酒偏是万里情。小姐对不对？不要胡说，这与我吟的不同。哦，我明白了，小姐这是和别人扇子上的诗。四丫头，吃冰呢，待老姐姐把金钗给你插在头上。小姐，这林大爷是本城有名的富豪，你要跟他接亲有什么不好啊？呀呸，你呀不安静，把爹爹压得到屋里，会人参在里不管难行，今天来当亲开门口下去。阿妹看在我的面上，不要与他计较。请梅姨前厅用饭。不用客气，我告辞了。日子不敢强留，
亲家面前好话多说。好，晓得晓得。大家闺秀因是离异呀，你将媒人打骂赶走，真乎体统啊。儿啊，你这般举动不像大家闺秀的行为。爹爹，千万莫替女儿定这门亲事啊。你这是何意呀？母亲呢，邻家子弟粗鄙。大家儿女不得胡言。远孝关灯，女儿亲见他的性质。你呀，吃的好主意，叫他出门看灯，惹祸生非。事已过去，你还替他责身。儿呀，不要让你爹爹生气呀。女儿多羞耻。说之言不可违背，你父之命定要依从。你会宠爱他，也要与我劝他回头。什么事啊？只是访一位故友。但不知此位故友姓甚名随，住在哪里呀？不必多问，引路到后轿就是。遵命遵命。
就是后交啊。哦，我要在此游览一番，你在石荫之下乘凉等候。是是是。此处风光果然好啊。乡亲在此地居住。哎，有一位李公在此磨净卫生。哦，令我前去探访。遵命，请三爷前面上马。两声后八声，二把家人请出听。小人有礼。你等一等。死丫头啊，拉拉扯扯何事啊？小姐你快看，那外边有个人。魔镜啊，魔镜。啊，小姐。小人
有礼。小姐，他像不像那天那个公子？听说鬼府要磨金呐、啊，有是有的，可是要留给李公老师傅来磨啊。哦，李公就是我的师傅。哟，看不出啊，李公何时收了徒弟了？他即是李公徒弟，授艺两月不差，金子就拿与他们。晓得。这就好了。师傅，你干什么呢？我在准备用具呢。看你这个人呢，还没问清楚人家要不要你磨，就把用具都准备好了。嗯，这给你。好一面宝镜啊！会唱的，只是无有人听啊。你要是唱得好啊，就有人要听。如此，待我就唱。请，呀呀的永不磨满彩，情不移有意我磨。天平一万那温的要你哟平淡万那温的要你哟平淡。怎么唱完了？玉春呀，哎，来啦。师傅请用茶。用茶？哦，妙啊。小娘子，这茶是哪个叫你端来的？看你这个人，要过渡就过渡，何必问这只渡船什么木头造的？岂不问饮水要四缘？是小姐叫我端来的。哦，小姐，为我向小姐道谢。不用谢了。师父，镜子要给我们磨的光，功夫要给我们做的到家呀。知道了。宝镜啊宝镜，我今日一从立功妙计将你打破，黄员外一定追究，那时我舍身陪镜就可亲近小姐，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宝镜啊，今日可亏了你了。小娘子，我失手将镜打破，如何是好？坏了坏了，带我去禀知小姐。小姐，可惜啊可惜，白锦之宝毁于一旦。一春，
此事不可让员外知道。闹得员外出来了。你们再次吵闹，为了何事啊？冰员外，我一时失手，将你家宝镜打破。啊？什么？啊？这是我家的宝镜呐！听戏，查听戏，不给呀怕我戏哦。你们进去，我自有道理。进去。哼，望员外开恩，念小人贫寒，无钱赔金，只得将这金蛋赔与员外。呸！你这个小畜生呐、啊！小小金蛋能值几文？这金乃是我传家之宝，呵呵，我绝不饶你。小起过来，小起过来。来了，员外何事？将他捆绑起来，送官就办。员外且慢，师父乃一时失手，非出本心。不用你为他说话，进去。望员外宽宏大量，高抬贵手。小七，快绑。员外呀，我为家苦啊心。永无啊所病，不假怕不啊自挂苦啊心灵，假把父亲七哥，叫我何事？请为我向员外求情，我愿卖身做工赔金。你会做什么？我会做粗工，也会记账写信。嗯，待我禀过员外。好。禀员外，他说他要卖身赔金。要此人何用？有用处，他会做粗工，又会记账写信。也罢，我金弟是，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陈，名三，泉州人士。嗯，若论此金，只银不两，必须做3年长工才准你回家。谢员外恩德。小七，领他到县厅写卖身契约。领命。小姐，他卖身到咱们家来了。啊。
小姐。陈三，身病好治，心病难医。人发个毒就不用心医，心病要心病要医，家小人家忙心要医，就是困。感谢小妹深情美意，这点东西不用谢了。小妹，这是谁叫你端来的？你收下就是，还用问吗？你真是个书呆子哟。Bye.
么办呢？死丫头啊，你干将陈三同我一样比方，若被人听见你就该死。我这是比方，也不见得就该死啊。闲话少说，将蝴蝶赶开，莫让他乱猜乱猜。什么？看这蝴蝶成双成对，多么令人可爱呀，不要赶嘛。四丫头，叫你赶你就赶。蝴蝶，人家的花不许你采，叫你飞到别处去。去吧，去吧，都快去吧。哎呀，看这蝴蝶真是不知羞耻，惹我生气带我来打。莫打。小姐，你是假意要赶，实在是想要留他呀。死丫头。是啦，你呀不管不把一家不听，自不自弃挂一挂边岗壁呀，壁不安心定会当故意，自己要起聊什么？小姐起初叫丫头赶他，这又说是先生为他矫情，既有此意，就该听我劝解。你要劝什么？小姐呀，难把你离苦西永死，他的永和天铁西，就将回顾的西。Thank you.
我来了已经三次了，你还是推辞拖延，那就难怪林大爷生气。员外，你说个日期，免得我们做媒人的为难呢。并非我故意拖延，是因小女久病未愈，不信由药方为证呐。那你定个日期，我们也好回话。好，日期相约不远，只等病愈择日晚婚。员外，你说话要算话啊。算话。请吃药，夫人说要趁热吃，你且放下。昨日李姐来此何事？那李姐嘛，她说什么？林大又要催亲。小姐不必着急，保重身体要紧，人有病总不能来抢亲吧。带我去端水来给小姐洗脸。
亲，你真乃斯文扫地。小妹，三哥，小妹，你碰水哪里去呀？端水给小姐洗脸。小姐病体怎么样了？脸水叫我送去吧。小姐平日为人严谨，秀厅不许外人去，恐怕我会挨骂。小妹，我有满腹心事要与小姐提起。那就让你端去吧。哦，你说话需要小心，莫惹小姐生气啊。我晓得。小人，臣在。小姐，臣在。家有内外，这不是你来的所在。既然端来，就请放下。放在地下，高子不可攀，望小姐扶救。找物，直到如今美车换位便便。水静则明，动则乱。若要辨别美丑，不如宝镜分明。是的，宝镜，我陈三若非宝镜，今日也无缘得见小姐。呀，你说此话，若被人听见，我将置身于何地？一春，一春来了。死丫头，水为何叫别人端来？正好员外叫我端茶，我怕水冷了，就叫陈三端来了。死丫头啊，你倒会使唤人。水是我端来的，何苦骂一春？水因何这样冷？方才尚且烫手呢，只因小姐与陈三谈天说地，
水自然会冷了。小姐这般冷言冷语，真不令人寒心。也是无疑呀、啊，那也该与小妹告辞啊！哎呀，放手啊！小妹，我一时归心急切，望小妹莫怪莫怪。三哥，你为何急着回去？哎，小妹呀、啊，你姑娘儿子呀。有心，你小姐却无意。小妹，话虽如此，你家小姐总不理睬，还是叫我走吧。
你若回去，小姐一定苦恼。你且等片刻，我去请小姐出来，你们当面讲明。陈三，听见吗？叫你叫你呢，陈三。听见吗？叫你呢。你要到哪里去？我回川州去。这话可多臊人呐！你要回去，可有何话顺？且知故不大不相，话不实不明。我要回去，也与他是个明白。哎呀，三哥，你有话就说呀。Thank you.
不清。我若留在此地，又是小姐昨夜为难，陈三玉信祸人，还是叫我走吧。小姐是留他还是让他回去？不做声啊，不做声可就放他走了。留他，听见了吗？你现在可走不成了。
你一心为着我，自然是为着你。我一心却为谁呀？你也是为着他。是谁？一春，一春过来。来了。我来了。这是哪里来的？小姐，这是陈三写的，我给拿来的。我当面抵御我，偷偷放在此地何故？我怕小姐骂我。她现在怎样了？小姐，她每日唉声叹气，可真令人可怜哦。一春，你暗暗将他还来，我有话要亲自问他。晓得。看此间，真是一切情深。
三个，子令寒舍，唤未曾问候。是啊，子乃贵妇，也未曾向小姐问候。三哥，你家住泉州城内还是城外呀？哦，我只在泉州城外彭山村后人士。至亲有几人？舍下至亲有七人了。七人都十岁，请兄三姨我听。家父。令尊。家母。令堂。家兄。令兄。家嫂。令嫂。小姑。小姑是谁呀？就是蛇妹。唤有你。哦，唤有我吧。此乃卢人，哪有七人呢？唤有一人，就是小姐你呀。哎呀，看你呀这样走，连我也算在内了。从头立志那天，我就把小姐也算在内了。啥话？小姐，那就定下月期。三哥，当婚完了。Thank you.
林兄生气，小弟连鞋我也跑破了好几双了。实在是小女有病，并非我故意推脱。有病也到我家去医，就限三日成婚，否则送到官府问罪。对，就这样办。三天。员外，三天啊，三天。是是是。丁丁为鸡，乌一只鸭鸡，挑个酒杯最标记，用钱软土的呀你要再给点心呀点你的，再给点心呀点你的。小姐三哥，不好不好了。宜春何故慌张？林大又在前厅催亲，还要启动官府，员外允许三日后迎娶。三日？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爹爹，你为何如此狠心？事情急迫，小姐你的意下如何？三哥，此君不用敌，这个三哥，你有何主意啊？此次逼亲不必寻常，日期如此急迫，朝中又是临驾天下，此事除非……除非怎样？除非逃走，别无良策。逃往何处啊？一起逃到泉州。小姐意下如何？私奔，爹娘啊！你的走亲祖啊爹呀，就到黎明不离。三哥，将不来，四将不来，万万怀不得尽多抛开，不一定敢问令无奈。请当女三六亲是爱，怪日结扎刚安排。那我呢？自然小妹也该重奏，待等今夜三更，南沙当女子罗龙对南大山，南大山当女子罗小姐莫惊，大喜女人，哎，叫兄弟要提，提就提难明呀，难撒浪撒花一难打撒浪，几多大难撒无情。三哥，为何如此喧闹？怕是有人追来了。小姐莫惊，此乃城楼上打底更鼓，吓得我焦炭手软。天快亮了，恐又被人识破，我们快走。好，我们快走。
哎呀！啊，小姐，小妹山路崎岖，需要消息。就是往福建的大路了。哦，这就是往福建去的大路，也好啊。